但上面还有一朵、哦，我帮你打蜘蛛，没事啊，哇，这是最方便拿花的，呵呵 ，biu 上去，哇，哪来那么多仙长？对，后面超多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也要离开这，这里走不了，没东西了。 要上去，对啊，要往上面走啊，怎么走？你要怎么走？有泡棉还是钩索？有啊，你要哪边我勾，就往那个方向。这里吗？对，你在底下弄个泡棉呗。弄错了，抱歉。Excuse me，Excuse 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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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
桥。哇，其实什么东西啊？是蛮好看的啦。哇！哇！我就说那里有个洞。要怎么走啊？对啊，这地形也太复杂了吧！哇哦，这边要跑酷过去，感觉对有。重点就是要先去那个探测舱，遥远挖挖旁边蛮多那个小团，可以挖爆。我看到蓝色小精灵已经到了，嗯，不愧是蓝色小精灵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摔下来了！你在哪？这是哪？哎、欸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发现异种花。哦，你前面那好漂亮啊！那是什么啊？我陪你去。可以拔吗？不行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敲掉啊！那么多。还扣血的感觉，他爆了！你刚烧的，烧了就爆了、欸，好美哦！对啊，你不知道，可能只是人心草，这里没东西，那里没东西，后面有一只大只过去找你们喽。我的 BGM 变嗨了。对啊，哇哇，我看到什么了？很多虫。Good luck。我找到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我摔下来了。Good luck。要死要死！我在玩消，我在挖消团，我很有责任。这边有这个挖进去。啊！就真的很瞎趴。我同嗯，先回来。地上都有那些刺刺草，其实很多哎、欸，这边跟这边都有。就挖起来，都在上面，怎么挖？那里，往那里，好。这要怎么上去啊？哪里？这个很多哎、欸，可以。我刚刚看到上面有一种花。哦哦。哎呀，用错了。哦。猜后面这里可不可以那个电找啊？来几个？里面有那个、啊、水晶很。
很高。那怎么上去啊？哈哈哈！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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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泡面可以放几个啊？补满的话。掉下去一个、哦，这里有一个可以拿。三个弹夹的样子，一个弹夹八个。嗯。OK， 这里没了。所以做二十个。哦，谁扔一个下来哦？橘吧。橘。有我捡到，我捡到。小精灵，从天而降一个。看一下有哪里有。跳！这边的挖过了吗？怎么也？他拿走的话，好像就会丧失那个光芒。所以只要哎、欸、对，那还没有，有亮亮就代表还有。嗯。那超高哎、欸。对啊。你有看那边？狙。靠你了。你有看那边？我走了。我看一下啊。四个嘛，还有三个嘛，那边一个，代表还有两个。这边小金。去别边。那边没办法盖平台，没有。小金，地上很多仙人掌，小精灵你要小心。小精灵不怕、啊，他谁？小精灵哎。没办法盖平台。叫银心草、啊，那种。就一个漂亮的东东，哇！对，哇，好棒哦 ！Much better。你消团都很多，保护蓝色小精灵。我好像看到一个在下面。哦，小精灵，你好死哎！小精灵，你要过顺便过去吃糖果。那边那边，他血统多少？他一直跳又摔，跳又摔。小精灵，我当然内心话就是说，啊，不会啊，小精灵呢，没差了，等一下都补满了。小精灵，地上还有糖果吃，或是那边太远来地上这边吃。哎呀！咦，好像有点上不去。不要追我！可恶！小精灵都在挖什么？好好奇哦。嗯，挖不到。盖不到。哎呦！拍谁啊？哎呦，小精灵在挖碑石。哦，有亮亮的啊，肯看到亮亮。嗯，可以丢给我。拿一个。小精灵在吃糖果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家这里这么多泡面？因为我想挖上面的，发现我不知道。差一个咯，有看到吗？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。你说上面的啊？来来来，如果泡棉面没有的，挖来挖来。我需要草根。哎、欸，有那个。哎、欸，我那个绿绿，那绿绿最讨厌的，臭绿绿，恶心。这里就恐怖的这种，水母啊，有水母。哦。送他两颗。翻线的话，拉个条线上去吗？太垂直了，需要再挖。我等一下挖这边看看。那个位置有点尴尬、啊。对啊，他太陡了，我没办法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我又跑下来了。在哪里啊？再标一下吧。上面。感觉
你不好去。彩彩是没有那个了吗？泡棉没有了，对，没有了。那招个那个好了，我招个补给舱可以了，你来吧。哦，才刚放补给。下面有那个补给舱。补补补！橘蛙到了，橘蛙到了，这么厉害！哎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你丢的好远！你丢去哪里？我捡到，我捡到，一路滚下山。看一路滚下去，没事，来了。喂，早安。钻孔机，按下去吧。发射火箭。我看你是毕业。在上面就要小心喽。坚持。哦，火箭走了。所以撑，时间到。又听到大家伙的声音，往这空中啦，空中的，啊死啊死，还一只还一只，烧死他！这是什么鱼啊？鱼？在下雨吗？哦，耶！还有我头上有泡棉，耶、yeah, ！我遮一下，感觉还是有进来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看起来超恶，上面平台整个绿掉了。呜呼！有一些水母，披萨，又你，又来绿人，恶心 ！Oh yeah！ 哈哈，叫屁呀、啊！小心你那边叫。橘子男角色声音比较细耶，怕死。坚持。空降舱。哦，在后面。可以准备前往喽，空降舱。走喽，走喽。啊！掉下去。小精灵跑了，小精灵跑了，小精灵跑最快的、啊，小精灵，小精灵要到了，小精灵到了，他直接摔下去不管、啊，小精灵回头看了一下，在笑我们，小屁啊，好、哦，你丢什么？你学坏了吗？彩彩小心，彩彩小心。小精灵这种绿绿的，没有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小精灵放的吗？这是我的，那防护罩、啊，对，我的防护罩。小精灵刚回头是怎样？嘲讽我。我知道跑第二，还可以回头炸一下后面的。爽。然后这样我有那个冰冻枪。嗯，所以现在不是烧人是冰人的吗？试试看，不晓得会是如何。好，升级理论上应该是更强啊。哦，就像火人拿了冰杖效果吗？来，我
看看。冷冻炮，冻结能力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伤害比较低耶、欸，怎么那么弱？没有，它冻结起来之后打一下就死，它会整个爆掉。哦，好，我升级看看，需要交易。等我一下。我要让全身变黑黑的，动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这边也在瞧。冷冻炮购买。很久一点。更快冻结事物，那谁还应该知道这个？鸡蛋量。哇，我觉得我要用过它一次才比较懂。嗯，之后还要升。